50了。哦，那跟我差不多。这时候你要说，哎，你看不出来，来说一下。他害羞啦，你不要强迫他们讲谎话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拿下，用你的眼神看着他。他会害羞啦，对，小女生就会害羞，好不好？这些动物都曾经出现在我们的校园啊，真的，像黑猫咪这样。没有，这松鼠。所以不是，因为我侧面看真的很像黑鼠。你到我的位置，你趴在这里，像不像一只黑猫？夜光鸟，夜光鸟是不是俗称的什么济公叫？暗公叫，济公哦！我怀疑你开黄腔。哦，等一下，济公叫是济公，济公就济公吗？刚刚你笑太爽了。我怀疑你开黄腔。我不要讲台语，而且在这里办过攀树活动。攀树？你说你们爬上去吗？爬下啊，不会的。我爬。我可以爬吗？要爬吗？你要爬吗？哥哥要不要爬一下？脚本上没有写说要爬树啊。爬爬爬。来，我们来看贝公怎么爬树。他说他爬不上去。我们来赌，开始对不对？到来帮你数哦。对，三二一。在干嘛？健身。哇，好帅哦，哥哥好帅！好了，不要闹。注意，你今天要唱生日快乐，就是你人生第一个校园宣传。哇，校园！各位同学，余信节目是我的校园演唱会，我相信你们都听过。对，就是我本人唱的。对，就他唱的。然后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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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热情掌声！哥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还 uncle 嘞，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喊说加嘛，捐出来，捐什么？我也只剩